先呢，我们家长呢还是要有一个好的这个态度，好的一个心态。那一个呢是等于是做好孩子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吧，这个安排好这个食宿啊，对吧？饮食啊。第二个方面呢，就是还是尊重学习，尊重孩子的学习这种意愿，对吧？有一个好的一个引导。不要给太多压力吧，让他顺其自然。然后这个饮食方面就清淡一点了，特别是考前这段时间啊，然后就多跟老师沟通一下，看看这个心理状态有没有什么变化。但是呢，可能就是那个时间拉长了，小孩在有一段时间可能那个状态有点疲惫，感觉在家里这些话就是有很多东西会就会很诱惑我，然后就是什么手机啊、电脑啊那些，就是因为没有人管嘛，所以就是都是靠自觉吧，就是。我觉得疫情之下，对我们2020年的高考生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，不仅是身体上，更加是心理上的。网课的开展到线下的复课，转化的过程都是对我们自我调节能力的考验。不过我相信，这样那样的困难都是我们步入大学校门的敲门砖，跨过他们，顺利完成高考，我们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。